哎呦，世梅，你总算吼会当出院啊啦！是讲吼，你哦，为今日开始哦，要好好保重，啊，莫让家己哦，遐尔啊操烦呐，哈！啊，我有存迄补汤哦，我今麦哦摕互你啉。哈，哎，妈，哎呦，唔免麻烦啦，啊，等下我甲家己卡就好啊啦。梅英姐，你今麦哦是病人，我会好好甲你照顾，哈，你等下哈。马吉娜。小妈去啦，阿姨个性就安尼啊。咱无看到大妈啊，妈去病院做复健啊，啊不然拄仔想讲哦，要同齐回来。啊，不过妈惊你等伤久会伤痛，所以就坚持要我甲小妈先坐你回来休困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吼、哦、人参鸡汤儿对列形态哦，做好诶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妈。没啦。总是在厝较自在吼，比住伫病院较舒适吼。那舒适，恁哥甲我照顾到遮尼好，我想哦，就算是古早的皇太后，嘛甲安尼尔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大金花，大金花，这边出大事啊！恁两个那安尼哈，世梅哦，才拄啊出院尔呢，你姐讲有出大事啊？姐讲哦，世梅唔好啊，哪会安尼讲话啦？哎呀，好了，妈也不要紧啦。高姐，你看你这么紧张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小妹啊，你家己看。方立翔将在立一法院提案征收归港附近农地，变更地目做都市更新，目的是从中大捞一笔。这上传呢？我嘛不知这上传的啦。啊，不过这若是真实的，那代志就大条啊呢。就是安尼啦，大家着急要死啦。之前新闻报啊，真侪征收的案例的，因为着要征收土地，啊手段够粗残的啦，去破坏人的农地啦，甚至趁人无地先甲人厝拆掉啦。哎，即摆哦，大家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啊大家袂食袂困啦，啊若搁安尼落来哦，真正难要害偌济人啦。这方立翔哦，到底搁在创啥啦？先哦，搁无这款失德的代志啊。啊，煞唔知，伊遐钱都去王轩骗去啊啦，即摆一定是想着想要起笑。对啊，小妹啊，啊，这土地哦，有的是人一代传一代的祖产，啊，有的哦是人农民一生打拼的心血呢。啊，即摆这件代志哦，所有农民哦，大家烦恼到呢，你总要想一个办法阻止啊。哎呀，高姐，你是莫安尼紧张啦，这封简讯也无署名啊，我的确是骗人的呢。哎呦，不管这简讯真系假啦，你甲想看卖，方立翔迄个唔食鸡，系过去记录遐尔歹，咱总是爱提防啊。够啦。现在古港所有的渔民啊，大家为着这件代志，大家乱作一堆啦。这件代志也无查清楚哦，恐惊哦，我跟你讲，一定会冒出搁啊大条代志出来啦。嘿，那小米啊，迄即摆大家拢希望哦，你这个古港马祖部会当出面了解一下啊，啊，伊嘛较相信你讲的话啊。也毋过，我即摆敢是立委的候选人呢，啊，无啥物权利当过问立法院的代志啊。我会当请党部的秘书长替我了解一下，看这件代志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，咱再想办法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呀，也是你个巧。那呢，我来找秘书长。高姐，麻烦你把简讯传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是啊，世梅，你才拄啊出院尔呢，你安尼无闲哦，身体也袂堪治。是啊，啊，刚有些着急，啊，罗生旺更加着急，明仔去更袂用诶。无这么严重啦，而且我这几天在病院已经休养有够啦。啊，我只是去了解一下，嘛袂用我一体力啦，放心啦哈。啊，这师妹，你若真正要去，无安尼啦，我们陪你同齐去。对，大家哦，做伙去。啊，人咧讲啊，人多好办事人嘛。那是哦，真正有啥物情形哦，我嘛会当甲你斗相共啊。哈。哎，这边啊。啊，我叫咩哦？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叫大家卖烦恼，等代志查清楚再讲。叫咩？今日托你大家。好。妈，妈，奶奶来。好好好。好，多谢你，妈。辛苦哈。辛苦。王员，所有的代志哦，都麻烦你安尼。你妈还客气啦。你甲我斗三工，我甲你斗三工，大家互相无问题啦。好，安尼我先多谢你啊。啊，以后若需要我的所在哦，一定要甲我讲的。好，无问题。
还有代志无用，先去啊。哎，小姐，等一下。有一封简讯跟你有关系，唔知你看过未？什么简讯？方立强，这封简讯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你到底是在避小棒吗？这一通简讯了呢，你敢有需要这么紧张？啊，我知道啦，一定是恁哦，为着要选举要炒新闻，故意来找我麻烦，对不？刘世美，你还不是李贵呢？你是凭什么搞咨询啊？我再讲啦，我嘛无需要回答你任何问题啦，了解无？代志无讲清楚，俊宇，你袂用走。方立祥，你敢知这封简讯已经造成偌济民众的困扰？而且古港那边的居民，大家是烦恼到未食未困的，所以请我来了解一下。所以请你老实讲，这件代志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？你问我，我就一定要讲。你想讲你啥？我方立祥，那呢？我来问你，你应该爱讲，你紧讲哦。这个代志哦，是不是你母的？讲话啊！妈，你想到答辩拢要甲刘世美斗三工啊？好啦。就算有又安怎？我安尼做嘛是为着地方哦，会当有更好的发展，才会推动都市更新。安尼哪有什么不对？哦，你后袂讲，即卖古港的 BOT 案才在进行尔，你就提出什么都市更新的计划？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合法来掩饰非法的行为。嗯、应该是你进前 A 来乌心钱，去有萱萱舞掉啊，所以即卖想尽办法想要为别个所在甲乌转来，对不？刘世美，就凭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，我就能够你回报了。方立祥，看你现在这个态度这么紧张，这就代表说世美说的是真实的，对吧？方立祥，你是怎么还不知道这件事啊？妈，你别听那后面说好不好？这件事不是不是我说好就行的啊，那都是要经过专家评估的。啊，还有啦，那些人在抗议哦，是因为哦，他想要得到更多好处啦。你莫讲我欠人骗去好无？方立祥，你唔知你后边讲，迄挂人无得罪你呢，要唔过你来凊彩甲因安罪名，甲因好好种几啊百年的田地，用惯性的破坏了了，到最后才讲因是钉子户，想要偷渡较侪钱，你这是上过分的啦！刘师妹，你真正有够甲我讲的，啊，既然你这么甲我编故事，我建议你啦，你莫做什么李贵啊。你去做电视台编剧啦，我得搞今晚八点档哦，收视率飙高呢。好啊啦，我无时间跟你啰嗦啊。喂，卖走！方立祥，你趁这番无良心的钱，你早晚一定有报应。恁两个小查某，给我听清楚，我这是孤家立位，你唔是啦，恁是凭什么来这搞呛声？笑死人嘞！唔管我是啥物身份啦，就算讲我唔是候选人，我嘛是公民。我有权利关心我住的这块土地发生任何代志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坚持要提出孤港的都市更新案，那呢我就开记者会，甚至是邀请国外媒体记者拢来，让你受到舆论的谴责。刘世美，不管你叫什么人来哦，我拢无咧惊啦，因为这是我做立委哦提案的权利啦，嘛完全合情合法啦。哎，若真正要叫记者来哦，我顶多爱感谢恁替我选。方立祥，你哪会当这样傲气啊？死狗真正出人命，你敢敢去？妈，你莫搁阴生啦，好不好？我做代志的理由你无了解啦。哎呀，方立祥，我跟你讲，哈等我就要见秘书长，我绝对用尽我所有力量，袂让你成功，袂让你这傲气犯通过，你有听到无？刘世美，歹势哦。我已经不是党员啦，你叫秘书长来，伊嘛无我发的啦。啊，你若要继续搞乱哦，好啊，我就随叫几台怪手入去哦，开始学啦，马上动工。你敢？你若真正敢动手，那呢我就报警，骚动你抓你。你真正要搞硬动硬出？好啊。喂，阿诺。你马上去沙泉场调几台怪手，然后开去孤港的开发预定地，马上开始哦。我带你亲亲过一看。方立祥，
电话来，来个铁来啦！林妹，你电话铁，我是梅小姐。秘书长怎么有银行给你啊？多谢你，帮你想，你就等你看，我绝对报警找到你。谁在你啦？我敢有咧惊？麻烦你啊。帮你想，真畅秋嘛？你即卖是靠说讲，伊还阁是立委的身份，有名是目中无人。西米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无目睭金金，看伊伫咧党内胡作非为。我甚至阁会甲遐个改革群行动的立委讲，传达党中央的立场，想要提案。别过关呐、啊！一日心，一日想，刻出了女人的伤害。今生想予你留予我的爱。西米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无目睭金金，看伊伫咧党内胡作非为。我甚至阁会甲遐个改革群行动的立委讲，传达党中央的立场。要提案，未过关呐、啊！秘书长，多谢你。我只是一个什么背景拢无的人，过去阁有无好的记录。我相信秘书长你嘛听人讲过，也唔过你说安尼，愿意退而无心见，安尼支持我，我真的是足感动的。老人啊，那你现在是在说什么话？人生一世人孤孤单单，这条路在走，什么人无法度就得地。人说先人打过有时错，脚步打差什么人无？亲像你这个个性，敢冲，搁敢讲，我足欣赏。你是讲吼，我嘛感觉足奇怪的。你安尼条件遮尼啊好，安奈目睭白遮无金，去嫁着方力祥迄种个无良心的笨手翁。我甲你讲就较歹听哩，即摆搬家的情形吼，是外表看起来经厝四四角角，啊中空壳空壳。会喂你、会摕你的物件，拢去帮你上喂了了、摕了了啊！对你以后要选举咯，不但无帮助，甚至还佫有可能把你拖累。换准我是你，我会跳闸。那有结果？千斤重担担在家己的肩胛头。人讲苦力无水，养鱼袂钓。但恁安都对查某走啊？无你即马，迄、那个所在还佫有甚物，互你留恋的？其实我过去就无妈妈伫我身躯边，我以前嘛捌惊骗去，后来是大妈，也阁阮大家因无去嫌我，因愿意接受我，阁把我当作是家己查某囝同款的疼惜，所以我真正足珍惜我甲阮大妈，也阁有阮大家这份母仔囝的感情。就算讲方立祥对我阁较无情无义，我嘛袂离开本家，因为无一个囝儿时岁，有法度看到家己妈妈咧受苦，却放手唔管的。虽然到最后，我也是无保条我家己的婚姻，也毋过我有一种新的体会。我发现爱情的消失，也毋过亲情则是永远的。我甲大妈。要跟我们大家这份感情，就算讲我离开本家，我也放不下你，所以我才决定要继续留在本家。李司长，到底是安怎事？无啦，我
拄仔听你咧讲话吼，听了煞叫入神去。你生足单纯的呢，唔知是要讲你戆，还是要讲你伟大？我只是感觉我真正无法度放亲情唔管。李淑玲，你想啥？不要紧，无疼着无？不要紧啊！我看卖吼。不要紧啦，我都不是抓狗的个。你安尼吼，足难得的，会当甲恁大家感情遮好，我听你嘛足心酸的。那安尼甲恁后头咧，应当嘛袂歹才对啊。虽然恁较早做查某囡仔，捌路去行偏去，不过后头厝永远是查某人的靠山。时间过遮久啊，感情嘛爱修复。啊，顶天你未初选的时阵，我敢若看到恁阿兄，那也不看恁爸爸。哇，阮爸甲一挂朋友去越南做一挂小生意啦，所以无多倒来支持我。也不过又打电话给我鼓励，给我支持。跟你一个人在越南吗？你一个人在那里自由自在，没人管他。有时候他还走去打妹妹，虽然他的步数都一样。他人说，小姐你好，我刘德华呢。秘书长，你怎么了？秘书长，你是不是人不爽快？你的面色怎么看起来这么难看？应该是这两天太累了，我怎么觉得你我头壳晕晕啊。哦，不然你吃太多啦，你不要心脉管，不然很危险的。秘书长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不知道你人不爽快还来这样搅料理，敢不我先请你的助理来，还是我送你去病院给医生检查一下？不用啦，不要烦恼我，我没事情。你还有事情要办啊，你先去办帮李翔的事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关心过后。好啦，李书长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先来走。